小学，哦，开发商是我小姨，真的？刚好我有个楼盘盘下来，你有兴趣吗？可以考虑一下，我被股市套得死死的，应该是没戏了。是你单身生活消费太高了吧？那可是。话说瑞瑞在你那儿工作怎么样？还行吧。 瑞瑞跑你那儿工作去了？什么情况？我正好缺一个技术员，他正好缺一份工作，所以不如叫瑞瑞过来呀。都这个时间了，他应该不会来了。哇！哟。 瑞瑞来了，来进来。嗯，你跟 Jackie 一组吧，蓉蓉跟我，不应跟林佳。这怎么不公平？瑞瑞又不会打，他不会 ，Jackie 可以教他嘛。好啊。耶！哎呦，真的是。 先来，别紧张，手要放松，不要外翻或者内翻，身体往下低一点，要握住，达到白球的中央。 就这样，你自己来。哦，我还想再体验体验。你来吧。那我试试。 打得不错嘛，看来我得请你喝一杯了。哦，嗯，我的 whisky。耶，Jackie， 咱们下一趴去哪儿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有门禁，下一趴我可能参与不了了，你们。 好好玩，还会欲擒故纵，这个男人你可得小心了。我敢保证，不出3秒他就会跟上。3、2、1，嘿，真。 说你是不是想追瑞瑞啊？我是在想，他该不会是商业间谍吧？